疫情期间咳嗽或打喷嚏时要注意一些什么呢？飞沫传播是新型冠状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之一。为了您和其他人的健康，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一定要用纸巾捂住嘴巴和鼻子，然后病毒就留在了纸巾上，所以用完的纸巾一定要扔进可以盖起来的垃圾箱里。如果是在医院内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人，他们打喷嚏或咳嗽时用过的纸巾更要扔进医院内特定的医疗感染垃圾桶里面。打喷嚏或咳嗽后要记得马上清洁双手哦，我们一起努力，一定会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的。